齐行峰，你愿意接受齐雪彤成为你的妻子，照顾她，爱护她，直到永远吗？我愿意。齐雪彤，你愿意接受齐行峰成为你的丈夫，关怀她，扶持她，直到永远吗？我愿意。雪彤，齐雪彤，我相信你了。雪彤，听我说，为了你，我愿意相信爱情是能够天长地久的。小彤，在神的面前，我要告诉每一个人，我的心里只有齐雪彤，我要雪彤跟我在一起，我们要天长地久。的相机，还有尽快派人来把董事长送到医院去。记住，任何人问起，一个字都不能透露。好了，小姐。真愿意跟我走吗？太显眼了，我们不能带着他。老朋友，我会再回来看你的。建科，季叔，季腾，季叔，季腾，季腾，你们想干嘛？这是不是私奔啊？我以后再跟你们解释。我们走。季腾，这不是闹着玩的。你有没有考虑过后果呀？季叔，麻烦你帮我照顾申宝。季腾，季腾，你再考虑一下。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你在哪里？赶快回来！我不能回去，我不能嫁给你，哥，原谅我。小彤，你已经不是小孩子，爹地病重，你知道吗？你有责任去。那就再让我任性一次。我活了21年，我第一次知道我要什么，我在做什么，所以对不起。我不能答应你。
消息要告诉您，永基集团未来接班人齐行峰跟 Bazaar 小公主齐雪彤，他们今天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结婚仪式。但是出人意料的是， Bazaar 小公主竟然临阵脱逃了，被一位白马骑士给带走。而根据我们记者的访查，这名骑士正是几个月前跟齐雪彤一起在牧场一夜情，同时上了周刊封面的牧场马夫。而永基集团董事长齐家石先生因此病发，当场昏迷。整个事态会如何的演变？还有这位神秘的白马骑士到底是谁？你后悔了吗？是不是太自私了？不是，他终究会明白，什么对你而言才是幸福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幸福，我们一定会幸福的。我们要证明给你爹地看。董事长只是轻微中风，我们要送他去瑞士做例行检查。董事长身体并没有大碍。真的吗？这个时候有去瑞士的班机吗？董事长有他的私人飞机。在结婚仪式上，我用机跟别的男人跑掉，究竟值得心情不一样？这些记者除了挖了隐私、刺痛别人伤疤之外，还会做些什么？齐大柱。怎么这样子啊？是要留宿吗？嗯，请问你要单人房还是双人房？麻烦你。有个单人房，一个双人房。嗯，好。糟糕，刚出去太急，好像没有带钱在身上。没关系，我有卡。确定你是要刷卡吗？嗯，稍等一下。你是不是嫌这里太简陋了？你是不是还在担心你的爹地？你知道吗？从小爹地最疼我了，无论我要什么，他都一定会满足我，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说不定他这次也会答应你啊，只要你跟他说，他一定能接受的。不可能，这件事根本就没有谈的余地。我爹地生病了，需要行峰做他的接班人，而行峰要跟我结婚，才能束缚那些永基集团的董事，取得资格。你爹地怎么能这样？你是他唯一的女儿，难道他的事业家产比你的幸福还重要吗？我不准你这样说，爹地。他是不想看到他一手创立的永基集团就这样被那些人像大白鲨一样吞掉。你愿意拿你自己的未来做赌注吗？好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送你回去啊。你说什么？那你干嘛要来？你最清楚我要的是什么。你明明知道我一定会来啊。你知道失去你我也不会快乐啊。在一起的日子，不管你是刁钻的咸蛋超人，还是任性的芭拉小公主，或是现在善良的齐雪彤，我都一样喜欢。真的，不会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玉
就像伊恩说的一模一样，从此以后，我的快乐还有我的忧伤都跟你有关，只有跟你在一起，我才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生命、有价值的人。你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会有什么后果吗？对你 爹 的事业，对你们齐家的名誉，都有不可预知的影响。 你真的愿意承受这一切吗？我现在能够确定的只是，我离不开你。我在这里对你发誓，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我要给你一辈子的幸福。 帮我打电话给警政厅厅长，秘密搜寻小童的继承下落，并出动公司所有的保全，搜索他们行踪。难道这一切都是命运之神的安排吗？如果把999的开幕仪式没有选中那匹白马，如果小童没有去牧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小童，眼看我即将拥有你的一刹那，却又失去了你，你知道我几乎疯掉吗？ 无论如何，你不该伤得我这么重。 这里只有两张月台票，那我们就只能待在这里吗？也许这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们也找不到我们。明天呢？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台北。
你现在可是名人了啊，报纸啊、记者啊都在追踪你，连我们也不放过。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到底在哪里啊？我自己也不知道去哪儿。不是季叔要骂你啊，你闯了大祸，你知不知道？那个什么永基集团的那个特助啊，整天带着几个保全在骚扰我们呢。哎，我问你，你的游戏要玩到什么时候？我们是认真的，我会好好照顾雪桐，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季叔，原谅我。季田正在带雪桐私奔，只怕那个拔蜡小公主把她当作另外的林兆廷，到时候玩腻了，一走了之，季田会被齐家父子修理得很难看的。只有我最清楚，季田表面上什么都不在乎，其实他是痴情种一个。这一次他一头被拉进去，谁也拉不回来。唉，如果他能够这样对我，我绝对不会负他。天下的痴情种不止他一个，吸引中只有他。唉，我可是越来越不了解齐藤，他从小是很不轻易相信人的，整天呢对着牛啊羊啊马啊嘀嘀咕咕唠叨个没完。哼，可是现在他竟然连沈宝都可以不管了，我真是佩服那个八的小公主。老爸，这就叫为爱情奋不顾身。你老了，不懂啦。你看马倩，如果有人要带她私奔，她高兴比中乐透还开心哎。哟，还要看是谁呢？嘿嘿，你们以为他们俩要走那么简单啊？我敢跟你们打赌，他们只要在外头吃了苦受了罪，不要两天就会心回意转，打道回府。很多电话打来，对你表示关心，我都帮你挡了。警政厅的厅长那边已经下令，所有的刑警都掌握了雪桐和季藤的资料，已经秘密展开搜寻。还有，所有信用卡的公司和电讯局也向我们保证，一有雪桐的踪迹，立刻向我们报告。信封，你不必太担心。他一定要这么做吗？宁愿去伤害那些一直疼爱他的人。我不早就跟你讲过了，雪桐是个很自我的人，他不会为你牺牲他所谓的自由。这就是你想看到的结果吗？有些事情是不受我们控制的，更何况勉强不会有幸福的。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我做不到的事情，我一定要找到雪桐，让他回到我身边，给董事长一个交代。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了董事长，还是为了你自己呢？都是。董事长对我有养育之恩，我一定要完成他的心愿。而且我深信，在这世上只有我能给雪桐最完整的爱和照顾。况且我齐新风字典里根本没有一个书字。好，如果你坚持这样的话，我会帮你。这个是我请人用最快的速度查出季藤的人际网络资料，或许你派得上用场。我有话跟你说。
找你。他是永济集团的地下老板，什么事情他查不到。那他来干嘛？亲自向你施压？已经够烦了，你别来吵我。你可以不用理他的，如果下次他再来，让我来应付他。你懂什么？齐行峰根本不是那种表面上冷酷无情的人，他对雪蓉的事情绝对不会比晋人来的少，是雪蓉对不起他。他到底跟你说些什么？为什么你一下就站在他那边？难道你真的要帮他吗？不干你的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喜欢晋腾，他喜欢雪蓉，你帮他等于帮你自己。铁蛋给你，怎么会知道我喜欢吃铁蛋？以后你再也不准留下我一个人不管。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能再没有你了。抱歉，是我不对。我明白，因为你也失去了。一个人能说出。就是因为有悲伤和痛苦，前方才有幸福和希望。那个时候的我，带着雪瞳，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我们熟悉的一切，朝向未知的旅程。窗外的风景越来越陌生，我希望带着他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到了那里，他就是他，我就是我，没有马夫和公主之间的差距，没有豪宅和牧场的距离。我们拥有的，只有彼此心中那份最原始、最单纯的爱，天长地久的、无法停止的爱。可不可？麦哥给你听好吗？等我。怎么样，雪瞳？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不能告诉你，我只想问 Daddy 的状况。他去了瑞士，有林医生跟着去，你不必担心。你呢？你自己好吗？你说过，我的爱情不能随波逐流。我现在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要跟齐腾在一起，我要追求我的快乐。我明白。我真的很羡慕你，可以不顾一切去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雪彤，你要好好的把握，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谢谢依琳，可是我这样做对爹地对哥会不会太残忍了？雪彤，你别这么想，相信他们的幸福是来自于得到真正的快乐，不是吗？雪彤，爸爸妈妈和爹地有什么事我再跟你联络。雪彤，雪彤，喂，电信局吗？刚才那通打进来电话有卫星跟踪显示设备，你们帮我查出他的窃取位置，及时向我报告。糟了，摊子的样子被你看到了。这是你跟我出来第一次笑。过去我以为爱情是甜蜜的，现在才知道也有酸，也有苦，也有痛。可是经历了这些，才知道它的珍贵，才知道自己为了他心甘情愿地付出一切。从小我就渴望一份亲情，那份对每个人来说都理所当然的感情，可是对我来讲却是那么遥不可及。我常在想，如果我拥有一份感情，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不会让它轻易从我手中溜走，也不会让爱我的人失望。我相信我的选择没有错。记得我们去采海水吧，来。不行啊，我不行了。在我眼里，你不是什么都会做，什么都不怕吗？非要告诉我你怕海水？怎么可能？踩海水是你们女孩子才爱做的事情，又不是拍电影，搞那么浪漫干嘛？走啦！对不起，我还是没有办法。海水有那么可怕吗？这是我唯一不能克服的心理障碍。为什么会这样？我小的时候差点被大水淹死，这是一场梦魇，被亲人抛弃，跟过去的决裂，是大水让我失去了一切。你不要只想着过去，只有告别昨天才有未来。可怕的不是大水，而是你缺乏了自信。你不是告诉我，只要我在你身边，你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不怕吗？相信我。
狮子怎么去找猎物？你是不是有雪童的消息？雪童有打电话给我。在那边。喂。银行刚刚打电话过来，雪彤正在用信用卡提款。赶快查出哪一个提款机。稍等一下，情况怎么样？幸好我的账户还没被封口。糟糕，这已经最后一次领钱了。齐新峰没有封锁你的账户，有三通电脑连线来追踪你的位置。哇，你再大声一点！是哪一个提款机？忍耐一下啦，等他一停车，我马上就下车。如果一直开下去，我不是被熏死了吗？那怎么办？看我的。不会吧？不是绑得好好的吗？小偷啊！啊，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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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我叫警察？在律师来以前，你们可以保持缄默啊！干嘛乱丢我东西？大叔，
你先不要生气，我帮你捡回来就是了。一点呢？少一个我找你。小气鬼，你以为我怕你啊？我告诉你，我是看在他的份上才帮你捡的。戴总，你就不要捡。几个？七个。放好。不像个小瘪三嘛，挺乖的嘛。上车坐前面，到哪边我载你们去。私奔了，没什么好不好意思的嘛。我当年也跟我老婆是私奔的。没什么，刚刚好而已。我年轻的时候也挺彪悍的，就我一个人单枪匹马杀到我老婆家里去，人一抓就冲到台东去，谁也找不到我们了。一年以后抱个小娃娃回去找我老丈人，他也没辙，生米煮成熟饭的嘛。他也高高兴兴地抱孙子，还帮我们补办婚礼收红包。幸福，这个很难讲，每个人标准不一样嘛。但是我知道，如果你觉得什么是对的，应该去争取的，那就去冲啊，冲到就是你的。人生不长啦，不要要爱不爱的，在那边光说不练，何苦呢？太委屈了吧。哎，到哪去啊？哎，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得到工作吗？只要肯做的话，一定有饭吃啊！跟我到渔港去，我帮你们安排。前面就是渔港，啊，每天一大早非常热闹。意思就是吵死人，不过习惯就好了。这个房子是我朋友留下来的，他人到台中去工作，短期内不会回来，就让你们住。你觉得怎么样？还不错啊，面对着大海，而且晚上还可以在阳台看星星。谢谢你，旺叔。等到我打工赚到钱的话，一定马上把租金还你。哎呀，那个没关系了，明天带你到渔港教你怎么干活，哦。谢谢，那我走了，慢走。看来我们要买点东西了。你一句话，他很感动，你的关心他都接受。我的立场，我的感受，你有没有试着想过？你的情话说得太多，你的关心给得太沉重。在你的心中，爱不应该是占有。该不该就算了，掉头就走，却放弃不了。学着承担，学着释放，这样也好。你没错，他爱你比我更多。为什么选择寂寞？伤心的不只是我，相信你也懂。你没错，该我的就。喂，吃饭了。来了。心伤了，心还是朋友。闻起来好香哦。那当然，技术的手艺都传给我了。你为自己做的真的很好吃吗？我是肚子饿了，所以我现在吃什么都觉得香。那你不就跟垃圾桶一样？你敢取笑我？我是咸蛋超人。
敢欺负我？哦，你敢打我？干什么对付你？来啊！试着想过你的情话说的太多，你的关心给的太沉重，在你的心中，爱不应该是占有，该不该就算了，掉头就走，却放弃不了，学着承担，学着释放，这样也好。你没错，他爱你比我不敢相信，真的能够跟你在一起。过去虽然有技术他们陪着，我还是觉得孤独。但是，我始终摆脱不了那个梦魇。我一直不敢相信任何人，直到你的出现，我才开始相信爱，相信感觉。在哪里？站在这边不怕臭吗？我已经习惯了，而且在这里充满了活力。找点事去做。雪桐，雪桐，雪桐，我在这里。我也终于完了。我也赚到钱喽。玩疯了，在这边过日子就这个样子，工作的时候卖力的干，休息的时候就尽量轻松，高高兴兴也是一天，愁眉苦脸也是一天，干嘛愁眉苦脸？白痴啊！没想到人忙碌起来那么的充实，你知道吗？在做鱼丸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想，而且晚上在睡觉的时候我还觉得特别香。我以为你不到三天就会喊累了，真没想到能坚持那么久。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也不能像以前一样随心所欲的买东西，可是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真的很舒服，给人想飞起来的冲动。这就是我们新生活的开始。总有一天，我要把钱赚够，到牧场把生包买回来。喂，季腾。
麻将。我来请你喝酒。我告诉你继承的下落，是为了你。我请你喝酒，是因为你歌唱的好听。你答应过我，不会伤害继承。我一定会找到小童，至于能不能得到继承，要靠你自己。酒保告诉我有人请你喝酒，是不是齐秦风？那瓶酒就在那，你想喝就去喝啦。你出卖了纪腾。我想见他，我想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应该回来的，他属于牧场的，根本不属于那小公主的。你不要抓属于你的好了，你一直想要得到他，可是纪腾把你和我一样，都是好兄弟。你怎么可以出卖自己的兄弟啊？谁是他兄弟啊？整个模仿的人都知道，我跟继承是天造地设一对，是那个八大小公主闯进来把他抢走的。你只能说你最了解继承，可是你知道吗？继承看到雪桐，他做什么事都起劲，眼睛都发亮。你能大学雪桐吗？你硬是要拆散他们，就算你抢回了继承，继承会快乐吗？你会快乐吗？雪桐会快乐吗？行梦会快乐吗？还有我啊，我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你为纪腾哭过，你为纪腾担心过，那我受委屈的时候，你有没有关心过我？爱情是自私的，我不想伤害任何人。爱一个人是希望他们快乐幸福。如果你真的爱纪腾，你更不应该出卖他。你要去哪里？我去找继腾。继腾，你怎么了？我梦到你离开我，我梦到哥把我带走。你答应我，你不要放弃我。我们现在不是很幸福吗？这里没有人会打扰我们，也没有人认识我们。这里就像我们的幸福国度一样，不是吗？我好怕，我好怕失去你，我怕这一切都是假象，就像梦幻一般一样不真实。我都抓不住这一瞬间的幸福，我到底有没有未来？我说过，我答应你的话，一定不会食言。我相信天长地久的爱情，你还害怕什么呢？你答应我永远跟我在一起吗？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对太极戒象征着圆满，就适合你们了。我要这个，多少钱？100块。其实你要做什么？谢谢。跟我来。我们要结婚了，请你帮我们证明。我现在就要把幸福的瞬间变成永恒。我要你做我继承的妻子，让神来证明我们天长地久的爱情。可是神父去了台北，我只是一名修士，不能代表神。哎，没有关系，只要你今天能够证明我继承娶了齐雪彤做妻子就可以了。齐雪彤，你愿意做我继承的妻子吗？
那我纪腾也愿意做齐雪彤的丈夫，照顾她一辈子。雪彤就是夫妻了，谢谢你，修士。来喝喜酒，祝你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谢谢。做过最重要、最认真、最不想赖皮的一个决定了。我是这样的幸福，但是我的幸福却是建立在行风的痛苦上。可是我真的好希望行风也能找到他的自由国度，好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幸福。咸蛋超人把小公主怎么变这样啊？你敢取笑我？别闹了，剑藤在哪里？是专门来找我们的。行风来了，这里到处都是宝泉，我们快逃啊！你去找剑藤。倩，来说下什么？剑藤，赶快走，行风的人来抓你们。我们先去找雪童。Thank you.
清风，你的手。我恨我自己，为什么会让小童那样讨厌我？在他眼里，我已经不是那个无话不说的好哥哥。他不再信任我，甚至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真是想不通，一个平日连杀鸡都不敢看的女孩子，为什么会这么凶狠疯狂的对付一个最爱她的人？再怎么说，我也跟她相处18年。清风，你放弃血统吧。不行，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会输给纪腾。我对小童付出的是全部的爱。依蕾，我到底有哪点不好？我到底有哪点做错？在商场上，我齐行峰向来是所向无敌，唯我独尊。我不相信我在情场上会一败涂地。你说过你爱我是不是？你说过你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是不是？你还打算跟雪冬结婚吗？喂，你们等我。追求来的幸福，这对戒指可以证明我们永远永远的在一起。可是为什么却那么的短暂？不如我去找哥跟他讲清楚，希望他可以放过我们。你哥的背后是整个齐家的势力，还有你爹地做支援，你一个人是斗不过他们。我们根本就逃不过。千万不要这样想，不要放弃。等到风声过了，我们就赶快离开这里。相信我，一定会有奇迹。奇迹？在我小的时候，有人唱过这样一首歌。那一首歌总是带给我希望，我每次听到就会安心。让我相信，这个世界还是存在着奇迹的。什么歌？你听。雪花飘，雪花飘，星星都在闪烁。带我走，向前走，走到最高的山。愿望就快要实现。那那那那那那，只要你相信，就一定会有啊。那那那
想怎样？我是问你怎么会唱这首歌的？关你什么事啊？你还不清楚吗？雪桐不愿意嫁给你，还叫步步小兵，连自己妹妹都不放过，你怎么配做人家哥哥啊？说什么？我不是你杀了他，我是那个被你疼爱的妹妹吗？对你的爱，从来就没有改变。从小到大，我不止把你当成我的亲妹妹，更把你当成我最爱的人。为什么你为了他对我这么残忍？是你哥哥你逼了我。如果你觉得我伤害了你，让你在外面抬不起头的话，那我就说声对不起，求你放过我们，我想跟金人在一起。不可能！你以为你是法官还是上帝啊？你们想过你妹妹要的是什么？每个人都要属于自己的自由。我跟雪桐在一起就跟雪桐在一起，即使你是他亲哥哥，也不能超过他的感情啊！你知道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有你这种自私自利、不顾别人感受、夺人所爱的哥哥。哥哥，哥哥，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因为为什么就像我不管？哥哥是为了小林，小林要陪哥哥一起的。不可能是他，他是那么依赖我，他是那么沦落。香树哥，哥答应你，要永远保护你，照顾你，永远陪在你身边。哥哥救我！小雷已经死了，他不是小雷，他绝不能是小雷。是我挚爱的女人，下次再面对你时该怎么做？你终究还是个千金小姐嘛，没有漂亮衣服就不能过日子。我看你还是回去你的齐家，只有他能不能够满足你的任意挥霍。他齐行峰也有今天啊，没想到在台东我的地盘上出现了，如今他自动送上门来，我岂有放过玩他的道理。应该赚更多钱。如果你一定要冒这个险的话，就让我陪着你，生死相随。而我想起了你，就在这个时候。